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怎么办？没游戏玩啊！怎么办？没游戏玩了、啊。哦，聊天室还是坏掉，烦哦，重新整理。出现啦！我的 OBS 的聊天室出现了。好了，小远安安，空余安安，郭云奇安安，还有谁？林恒宇安安，张少昌安安，陈玉如安安，飞翔安安，张丽玲安安，悠悠安安，李玉安安，Nice 安安，林子龙安安，张静雅安安。啊，今晚到底要干嘛？不知道。贝贝安安，刘叶胜安安，C R A M，什么？Carman 吗？严安安安，苏博轩安安，这首是，就是因为这一首我才买那个卡林巴琴的。那这一首就是他宣传的时候，哦，听起来哦超好听的，就理智断线买了，然后之后就是尘封了快一年才又拿出来。哦，指甲不够长。你知道我刚刚把指甲修得很尖，所以我现在其实
指甲有点痛。还有谁？看一下哦、喔。A D A L E U N G N N， 陈宏璇吗？恩恩。东石大吗？假赛不要，我上次开过啦。上次东石大开了，结果卡地图卡半天，卡不好就又没玩了。啊，不是啊，这不是重点啊。一个人生存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呢、欸，很没想法你。然后其实里面生一大堆怪也好像摔不下来了。二十几只怪都不下来，嗯，不是有火焰吗？怎么没有火焰出来？哎、欸，有哦，啊，有有有有有。今天挂在上面，就是用那个视野的方法卡了大概两三小时吧。那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挂那个挂这里。那我稍微整理过了，把书啊、附魔弓什么都卖掉，不是卖掉了，分解掉了。好。动物吃鸡，不要。不想玩一些，比较想玩一种那些不需要技，不是也不是技术呢，那、嗯、怎么说？不需要太花，不会太累的啦。比如说魔物猎人啊，嗯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现在，因为魔物真的，你没有，它不更新，我就觉得不更新啦、啊、它没有新魔物，我就没有什么动力玩了。莫伊，我叫做我想一下、啊，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蓝，好对，蓝安安，是吗？是吗？我记错了吗？我们记错啊？刚下课，最近魔物很少，应该到十二号才会来。对啊，还有四天才会回去干，觉得哦，没错，那就好。还是我玩那个六十秒生存，六十秒生存就只需要点来点去，不需要技巧。好，那再让我弹几手哈。我觉得指甲削尖之不是削尖修尖之后，比较方便按了、欸。哎、欸，然后我看到有人去那个去雪原呐、啊，然后把生那个流毒的生怪区域弄出来，然后通通引到地狱去，然后再用高压苦力怕炸流毒，就炸出来都是凋零骷髅头、欸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要盖一个？那个生在哪里啊？这边吧，这边盖那个生那个城市的塔，然后找一个幻雷的附魔，有没有？那这边我应该会再建议做那个新的村民塔啊。我真的很懒啊，会想把这个移到空中来繁殖，移到应该这边吧，这边的空中繁殖，做一个繁殖区。
这样子我就这边如果触发那个胸罩事件就比较好打了，因为刚开台的时候就想说挂一挂，准备下去的时候，一群掠夺者在这边看着我，我就马上缩回这边，不看他们。再一次。谈什么？看谱可以从第二行看到第四行去。天哪，哭啊！黑月沼，怎么讲黑雨啊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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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角度蛮好看的啦。那个炸鸡眼的方法，我到现在还是研究不出来。那铁人桃真的失败了，没有啊，可以研究啊，就只是我现在在收集那个啦，收集火药。收集火药。最近好没动力玩麦块。前天晚上上课，老师突然爆气，我差点被吓到哭。为什么爆气？上课睡觉，还是上课聊天？好，我去载一下那个游戏，等我一下哦。那教主会唱歌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呀、啊。我看一下哦，那款游戏叫做……下载中。啊，今天又特别热，今天我家有37度，所以如果想减肥的可以来我家哦。钻石，到底为什么会拿钻石跟他换这个啊？神经病吧！
你可不可以给铁巨人铲子，然后叫他帮我铲地呀、啊？你家根本坐着就能流汗了吧？还要看呢、欸，如果有风在吹的话就还好，重点是没有风在吹，没有风在吹就会流汗了。载好了没？好了，我们换游戏哦。我看一下可以改分类哦。60。哎呦喂。PARSECA。是惊叹号还是 L 啊？这个。更新。游戏。开启游戏。哎、欸，北七哦，我先把它关掉，麦快关掉。这个之前在菜渣工作室里面有玩，那之后回淡水之后就没有再打开过了。选项设置，我忘记这个有什么好哦，有没有？结成功做出七个云，这是什么啊？哎呦，白痴哦！对啊，这是60秒。我说要打个标题啊，等一下、哦，游戏名称、属性60 PARSECS 惊叹号。所以知道有时候不是我被吓到，这声音真的是很大声。等喜安。哇，哦，想说卡住了。我什么都没有拿哦，他不一开始可以拿东西吗？我忘记怎么玩了，等一下哦，我找一下哦。神器，请先查看任务这个。这什么鬼？第一天。哦，哎，什么都有，这么棒哦。吃的这么多，用的这么多。
这个应该不用我介绍怎么玩吧？这个反正就是选东选西，然后不要饿死就好。目标在新世界探索成功三次，找到一名适合居住降落点。要叫他叫蓝，山峰那个蓝。昨晚正浏览着赏心悦目的机器设计图，别放在心上。哎，好了，仔细听。哦，听仔细了。我发现现在飞船上有一个植物翻舟机，太空之门每个好修修修不能修。不能，什么都不做。进入，我其实可以看人物的。良好，良好，好，下一天。我趁你睡觉的时候进行了一次投票，而且并且以1-0的优势胜利。舰长，你忽略了你的口腔卫生太久，所以现在必须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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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别担心，只有一定的疼痛。牙齿不能乱拔，就你了。那你饥饿还好，健康、理智、即时还好，还好都还好。什么东西？你是说，你说像这样子打开，念了之后就这样子滑滑滑滑滑？其实我只挑重点字看，反正就是这一段话，我想说应该没有必要，就看下一段。没办法、啊，阅读有障碍哦。对啊，这类似60秒，就是类似60秒。不然你看我念会念成，你像一名真正的勇士那样无畏地面对了这件事情，但是埃米特却感到害怕。你看念这么慢，我就哒哒哒哒哒哒。我们在其中就哒哒哒。你可以打开什么什么什么？你要怎么做呢？那这时候是说灵活的手指，一定要选这个吧？不知道啦，选了。你饿了吧？哇靠！4天不吃东西还不饿哦？全员喝汤。我就觉得你们很厉害啊！你们那些看字看得很快的人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很棒。隐藏日常，好，你看到，好看完了。来，你刚看到什么？你不是要一个东西来？你敢让？这架飞机缺少它，还记得你妈妈告诉过你呢？防晒霜。啊，用的话就没了，不用。不用，饥肠辘辘，饥肠辘辘，好啊，再饿一天，你们再饿一天就好了。好，你没有涂抹防晒霜，鉴于我是人工智能，无法帮你真假，你就这样子，有皮肤这样子，然后干嘛呢？埃米特需要罐头汤，罐头汤，罐头汤。全员喝汤。好，那太空旅行可能很无聊，但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，你
需要一个游戏游戏机，像像，来，我们来玩打火机。我记得那时候60秒在玩那个什么子弹吧，还是什么的，还可以用子弹在洗洗身体，不是吗？哦，对，这边还可以动东西做。我都忘记了，这边可以升级啊！等一下要重玩啊！我想说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。人被烧伤了，我靠！资源不足，那再来，我要升级什么？这个，我记得有回收，对，那制造胶带、罐头、汤。哦，不，舰长，我们的一个储存柜卡死了，打不开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储存柜，要是不能想办法的话。你打算用智慧还是蛮力的？智慧啊，选最高的。我记得我那时候玩到就是真的大后期，很后期玩很久，什么资源都一大堆了。你并打开什么？还真的找到额外口粮，你成功了呢。还有什么可以做？有什么材料啊？制造、升级、修理。回收制造，有趣的消息，舰长，在一个舱壁后好像有一个空洞东西，这可能是密室，或者是主要一个那个。经理人安安。老纪在你旁边，在你旁边干嘛？喝酒。昨天我告诉那你们可以，你可以不要看台吗？你可以关声音吗？你这样子来看台，我好丢脸哦。昨天我告诉你床上的秘密，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可是现在是里面有一趴的可能性保护。请注意，哦，我们好像要登录了。哦，不是，哎，谁的智力比较高？看一下，智力聪明，弱智，哦，机智，对不起，我看着这个弱智，抱歉，谢谢梁安安。看错啦！通讯通知。首次联系。看，来看一下这个。我不是那种，像我每次看完这个，然后其他已经看到这边来了。重看一下哦，他是我们外星人来自另一个殖民地来布我指的，不是我们，是我们。我就烂，剩一个了，坐。你饿不饿啊？饿了、欸，你饿了、欸，全员喝汤。你们再饿一天好了，我就烂。绿茶牛奶，你发现的特，对吧？你可以再做点自动建造爱心。好啦，来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均匀喝汤。剑，这有矿，我要剑。剑什么剑？能听我
见。来看手册，制造。我记得可以看库存啊，库存在哪看啊？哦，这边啊，剩十个，然后这矿石零个，然后这电池十二个啊。我记得不能全做哎、欸，全做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电池升级。你翻阅的手册中，让姐遵循其中，只是修好了那一台去体味过滤器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故障排除章节，舰长，但我非常喜欢。如果没有那种吵个不停的声响，响声，飞船上的每一个思考时的思路会更加清晰。升级完成，可用新物品超凡神奇。你吃饱了。不在机场碌碌了，哦，眼睛发亮了。然后什么升级？啊，没有东西升级了，没有电池了。然后那时候记得我回收了一大堆罐头。你看，你可以用十个这个汤做成这个，然后回收矿石再加电池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玩的。嗯哼哼哼。飞船听起来有些摇摇晃晃，舰长，终端机上的风扇咯咯作响，面板后的电池，我建议你来个大扫除。我们没有梯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梯子的平衡，看一下风扇后面的情况，或者说，哇，这是团队吗？Here we go！ 我突然想上厕所，肚子好痛。我和艾米特成功解开了某个门后，你们在电线堆里找到的两片天空居民生产的多种维生素片，或者至少它看起来像你记得的多种维生素片，我想可能是老鼠留下的东西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两个吃完之后都觉得好多了。你现在的精力充沛，舰长看起来很健康。我的数据显示，人类在良好健康状况下从事各项任务的表现会大大提高。埃米特看上去气色不错，今天看来。你看，我全部念完就念了那么久，而且还会念错很多字，然后就干脆不要念，给你们自己看有没有？哎，怎么还没到啊？怎么记得很快就到站啊？他说什么？需要做出决定。来来来来来，舰长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冠军的崩溃。哎，还是等一下下一场给你们参与好了。就比如说，我等一下打个就是一个聊天室打个线条啊，可能就是这个一二三四，就四选一让你们选这样子，看你们可以活几天，要不要？我念蛮好的，对不对？就我不要念给你们自己你看，不然你们可能看到这边我还在念上面的东西会打乱你们。系统不愿意和我交谈，必须立即动作处理。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崩溃的人那边，我之前在 Twitch 就这样子玩过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我玩什么，就玩到你们好像才活到第五天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对吧、啊？因为，嘿，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可以用什么？看一下后台有没有可以调的。我记得有类似投票的东西。
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可以投票的，哇，这只能打字的。没有，没得投票。